好，继续带来关心，江东城副理乡长率领了建设科长陈峰彦，继续王俊耀会刊检视以及督导乡内公共工程的施工进度跟品质，也针对了各项的赈灾复建工程来进行会刊。那么江东城表示呢，副理乡各项的重大工程透过会刊来了解进度，来确保每一项的公共工程都能够按时的完成。江东城率领建设科长陈峰彦继续王俊耀会刊检视以及督导乡内公共工程的施工进度以及品质，针对杜苏芮风灾复建、明里大桥临时通行便道、中心培水0918赈灾复建、万宁培水0918赈灾复建以及东里村花76线 0.5K 处0918赈灾复建等等的工程。中心排水0918赈灾复建工程目前进度大约是80%。乡长为了提升乡亲生活品质以及整体性，另外又加铺了 PC 路面20米以及粉刷桥梁护栏等设施，同时进行桥下完全清淤，以来保障排水顺畅。也期待我们这个明里大桥啊，现在目前在规划设计当中啊，在明年底后年初啊，也能够来如期来完工。这个活的话，我们会配合县政府啊，来做一个相互之间的意见交换跟一个工程的一个管制。江东城说，富里乡各项重大的工程会透过会刊来了解进度，确保每一项公共工程都能够按时完成，并且也对于所有参与工程人员表示感谢。记者高雄双富里乡采访报道。